蜜汁山药。蜜汁山药是山东的一道名菜，蜜汁是高档甜菜的一种烹调方法。因为用蜂蜜调味，色红亮，质绵软，是山东菜的一大特色。这种烹调方法多用于高档宴席，用的原料有去皮熟山药、白糖、香油、蜂蜜。桂花糖、花生油。做的时候，将煮好去皮的山药切成菱形块装盘。炒锅内加清油，待油温升至四五成热时下入山药，炸成金黄色捞出。炒锅内打底油，加入蜂蜜，加少许清汤，将山药倒入炒锅内，用小火烤制，放入白糖，用大火将糖烧化，然后加入桂花酱，将汤汁收干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这道菜的特点是金黄油亮，山药绵软香甜。